你是郡王独子，罕见的天生共体，拥有两个灵魂。你家境殷实，从小受尽宠爱，无忧无虑的长大。 其实，盲城是座美好的世外桃源，直到有一群石卡人闯进来，打破了原本的平静。石卡人头脑聪明，但天生体弱多病，而盲城人体质强健，却单纯善良。石卡人入侵后，四处抓捕盲城人为苦役。 我在逃亡中染病，所以我爹，也就是宗主，为了救我想尽办法。别动，姹紫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好多了，爹。放心，爹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治好的。 他说的办法，竟是要牺牲别人的性命。江叔，这真的可以救姹紫吗？当然，飞燕和姹紫是好朋友，一定会帮叔叔，对吗？ 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。
你不离别吗？叉子，叉子，叉子，你别，叉子，爹，叉子，。江叔，你事情做完了吗？叉子，他变好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第一次治疗失败后，我爹为了早点将我的意识从飞烟身体中剥离，杀害了无数史卡人。盯上，中了陷阱。而我爹越做越错，竟与史卡人达成交易。这本书我很喜欢，如果能为我史卡所用，就再好不过了。你拿走也没用，此书对内力要求极高，除了我，这世上无人可行。这样，不如我俩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史卡人建了这座刺客学院，实则是为史卡贵族培养换命容器。而我爹也瞒着我，利用这座学院寻找着能治愈我的特殊体质之人。我原以为日子会这样无忧无虑的过着，直到那一天，我发现了我爹的秘密。超子，你不是答应我再也不会用这种办法了吗？不是的，叉子，爹答应过你，一定会治好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杀害的每一条人命都是背负在我的身上？不是的，叉子，这些人是史卡人要杀的。你竟然还为史卡人卖命？我都是为了你呀！哼，叉子，所以我爹抹去了我的记忆，让我成为了现在这个愚蠢至极的姹紫飞燕。后山有一条穿山而过的密道，可以直接通向芒城的外面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好。走。